咱们这又换了几个病人了。啊，我听我爸说，医院会来一个新的女大夫，估计就是她。华少，嗯，我怎么看他们把东西往你们家院里搬呢？不可能。真的嘿，你看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啊啊！是北京来的，哎，对对呀，都是部队上院子家具嘛，写的呢。哎，你看那个柜子，哎，浩明，这谁？谁的照片？放这儿，先放这儿，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华莎，你们不是刚搬家，怎么又搬家？我拿回家去。你干嘛呢？我这样找你去呢。咱们厂里医务室不是从北京调了一个大夫吗？可你也知道，咱们长的住房啊，他特别紧张，你说怎么调也调不出来。别打我主意啊，不行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嘛，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，总不能让母女俩睡在马路上吧？爱睡哪睡哪，跟我没关系，反正就不能睡我这儿。走走走，都搬走，搬走搬走搬走。哎呀，好闺女，别急嘛。人家啊不会总出人不走的，也就是在你这小房子里啊过渡过渡。嘿，就是过渡过渡。骗人，一过渡就走不了了。不会的，刘副厂长啊都说了啊，也就一个月吧，最多三个月，撑死了半年，等到一有了团圆呢，爸向你保证立马让他搬走。对，立刻搬走，不搬不行。那怎么不上你们家过渡去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厂里人，我不管，反正就是不能在这住，打死我也不搬。马克，要不然那反正分割算了，那把房子让出来，反正那也是广规一条嘛。你少跟我胡扯，让出去回不来了。我就知道让出去回不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谁不许强迫我，谁不许逼我。谁强迫你了啊？我不跟你讲道理吗？委屈归委屈，爸知道你委屈，可委屈也得搬，不搬不行。听话，把钥匙给我。钥匙给我。爸，你知道我一个人收拾这个屋子有多不容易吗？这屋子原来特别特别脏，我一个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今天才住了一个晚上，就住了一个晚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能可怜可怜我吗？别吹呀，别想啊，别瞎想。他不就是照片那个人吗？是吗？为什么？不认识你家小子。你好。哟！这个漂亮女孩的突然出现，把我的死党陈大明的心一下就搅乱了，也搅乱了我本来平静的生活。去，把你东西拾掇拾掇拿回去。你们俩吧，哎，帮华莎把东西送回去啊。啊，好，好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华莎，其实吧，乔小昭，马永
身。十几年没见了，小乔，你没变，还那么年轻。你也没变，还这么瘦。看看，哎，辫子呢？啊，我给盘起来了，几次想剪没舍得剪。剪了就太可惜了。我记得那时候龚明莲的《战士》一见到你就唱什么呢？叫哪里来的姑娘，辫子长啊，两只眼睛真漂亮。你还记得这件事儿呢？那能忘吗？反正好看。齐桥呢？齐桥，哎，来了。哎呦，齐桥那儿长这么高了？这是你马叔叔。马叔叔好。哎，还记得你马叔叔吧？小的时候啊，总给你买糖吃，还带你到动物园。一到动物园看那小猴啊，就不想回家。给你买那糖啊，全都喂给小猴了。谢谢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，辛苦了啊。盘头，全是盘头。这脸盘吧，像你爸啊，其他都像你妈。你妈年轻的时候啊，两个辫子可漂亮了。我也有。咱们老了吧，孩子也大了。是啊。华山呢？哎，华山，华山，在屋呢。在屋呢，华山。走。嫂子在吧？啊。是华沙吧？华沙，叫乔阿姨。阿姨好。大点声，像蚊子似的呢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。这是齐乔。你好。你干嘛呀？你没看我拿这么沉东西啊？你干嘛站路中间挡路？华沙，你怎么搞的呀？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铁桥，铁桥，少说两句。华沙，不碍事不碍事啊，不碍事。妈，不就一破镜框吗？我赔不得了吗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，华沙？七桥，好孩子啊，你别着急，马叔叔家呀有好多镜框，回头我来给你换一个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胳膊肘往外拐。你这孩子。